大家好，我们是第 I 组，现在要来解释脸饰小题。我们先来看题目的意思。如果线电荷密度由柔一等于24Y2毫库仑每公尺给出，则从 Y 等于负5到 Y 等于5找到分布在 Y 轴上的总电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题目的意思是它给我们线电荷密度，然后要我们求 Y 等于负5到5的电荷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若线电荷密度等于24Y 平方毫库仑每公尺。好，那 Q 呢，就是等于把那个它的线电荷密度做积分，然后它的范围是负5到5。好，现在开始做积分。这个式子是线电荷密度。好，现在开始对线电荷密度做积分。好，这个 integrate 的意思是我们要对 f of y， 然后对 y 做负5到的积分，这个式子还蛮好用的。好，现在积分出来是2000。好，库仑。好，也等于2库仑。好，是脸饰小题的答案就是2库仑。以上就是4.4小题的解答，谢谢大家。